恭送翼王大人，恭送翼王大人！起来吧，典狱长，您的胃癌还有半个月就可以痊愈了。多谢先生出手相助，云京唐氏集团总裁唐子怡小姐正在路上，我等就先行告退了。 爸，我出狱了。姐，爸，我入狱，一定要让你送上血债天长。 孙晴，我出狱了，我在当着我的陷害的地方等你。孙晴，谢谢你来接我。我今天来可不是来接你的，况且你现在已经配不上我，我们分手吧。我肚子里怀的呀，可不是你的孩子。兄弟，你女人怀的，是我的孩子。 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笑！吴北，你疯了吗？刘月娘，否则连你都打！你给我笑！吴北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啊？因为老子有钱，千万人，你的女人就是愿意，可服吗？啊！ 有钱人没为所欲为啊！没错，你能把老子怎样啊？<笑>你吴北，你别太过分了！你一个死劳改犯，知道得罪我们的下场吗？下场？那我倒要听听你什么下场！你信不信，我让赵启亮的人现在就把你打死？你一个死废物，我看谁还敢跟你玩？ 唐子怡，麦子先生，麦先生，先生曾救我一命，今日我携枕巾一屁，别墅一套，穆家迪威龙一样，恭迎先生出狱。恭迎先生出狱。举手之劳也，不足挂齿。 吴北，你还真够恶心！这找了一个三流货色的小贱人来刺激我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回心转意吗？我呸！妈的，老子弄死你！喂，回来了。通知下去，封杀赵家的生意。是。先生，十分钟后赵家破产。 十分钟，好啊，老子！哎，赵家破产了！吴北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，饶了我们赵家！我们走。哎，吴北，干嘛？你这没用的东西！ 都他妈怪你！吴先生，小北啊，你快回来！满家人要拆咱们的祖宅！你说，妈，怎么回事啊？
张大娘，你男人都死了，你也不想让你儿子跟出狱，就出事。不要啊！那我呢，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这个房子卖不卖？阿姑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儿子，你给我们老吴家留一条活路。 这个祖宅，可是我们老吴家唯一的落脚点了呀！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，求求你了！你他妈的跟我在这卖惨是吗？现在就给你房子拆了，住手！不要，我的儿子，你给我，我的儿子，你给我，我的儿子，你给我！ 阿姨，你放心，我们会保护你。干坏老子好事，把这个男的胳膊腿给我卸了，剁成人棍。这个漂亮娘们儿，给老子留着，上！ 是儿子！你死活！妈的，一群废物，一个臭劳改犯你们弄不了，你整死他！ 是我们吴家祖宅，敢动天谴的！呸！我去你妈的天谴！就这个破房子，老子给你5万，已经算给你脸了。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5万块钱还不够你医药费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 满家一定不会饶过你们吴家，让你们家永无宁日。回去告诉我爹，让他明天12点过来给我一个交代。死父，等着，走啊！小北，咱们不会有什么事吧？那满家人可是咱们村里的恶霸呀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！ 妈，你放心吧，他们猖狂不已。小北啊，哎呀，不好了，你妹他不见了。啊，什么？他手机关机了，我到处都找不着。<笑><笑> 这是他们的，呸！啊！我说，你是宋时君，是他让满少反了吴小姐，还当年撞死你爹，他还把你报复他。
我们满上拆了宁家祖宅，让我们侮辱你妹妹，就是想彻底整死你。就凭你们还想杀我，太难了。你们的下场就是他满家的结局。 喂，吴北，你怎么没死在劫？我还没弄死你，我怎么舍得死？整死我，我能搞死你爸，就能把你妹妹，还有你妈全弄死。<笑>想报复我？你有那个本事？你一个无权无势的穷逼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给我扎！ 往这儿扎！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穷逼今天有没有本事动！你死定了！哥，宋时金他不会就这么死了吧？不会，大猛会让他生不如死。 我狠狠地看，一片瓦都不要给我留！<笑>这就是你们满家给我丢的？什么意思啊？打开看看。嗯。啊！我这是。 杀武的人，你敢找人绑架我妹，这就是下场。还敢威胁我？你信不信老子今天把你们吴家祖宅全拆了？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啊！顾晨，就是你惹了宋少，他心里不爽，他让我往死里了个。啊啊！ 宋家马上要亡，你们满家也快了。我在友情提示，你儿子得了绝症，只有五日。你他妈算哪根葱啊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在东四村跟人满家作对的人只有子。我操！啊！我操！现在你们还敢拆我吴家吗？好。 不死不休，猛子！站住！小杂种，想干什么？ 听说你的孽障儿子快死了，我过来特意送你，你不感谢我？他们过来找死吗？宋家的人把我父亲害死，我要看着你们宋家的人一个一个的死去！给我刺死他！ 吴先生。 我要走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
我这次来是为了逃婚，我爸生性好赌，家族集团已经濒临破产，他想逼我和云晶嫁人联姻，换取投资。唐小姐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假扮你的男朋友，去和你一起将黄真一男婚约。 啊！姬姐，出事了！慢点说。满家来了好多人，开车把咱们带走了，还说什么办酒宴给咱妈赔罪，还说什么和解。不对，满家人贼心不死。唐小姐，你先在这等我，我处理点家事，马上回来。 来来来来来，吃菜吃菜，多吃点，真不错啊！走吧，之前的事啊，都是误会，今天把您请来是谁？您坐，哎，您坐坐坐。走吧，10万块，我们满家。 愿意出10万块钱，希望得到谅解。顺便呢，把这块亮片书签了。签了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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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您只要在这上面，按一个手印，这十万块钱您就可以拿走了。我可以保证，从今往后我们满家人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。不会找你麻烦的，快点啊！钱钱了，二十万，钱钱了，完了吧？快点啊！妈，不能去。 小北，这个小畜生怎么来了？小北，老东西，你惹我妈签的什么协议？哎，当然是生死卖身之意了。老子我用十万块钱。 买了你家的祖宅，还有你老娘，还你妹妹的命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不可能签这种协议。哦，来人！哎，睁开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看看你那傻逼的老娘签了什么东西。 你知道这么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都已经签了，我还管那些后果是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是我的，你是啊！哎，你，你，那我今天倒要看看，这得什么礼？哎呀！啊，小心！ 你看这事闹的，我放了，饶你不死。你敢威胁我，你信不信？我今天就算弄死你，消息都传不到隔壁村。疼疼疼疼疼，特别疼啊！哎呀，疼疼疼疼疼，小畜生！ 哎呀，你老娘还在我手里，你他妈不怕他死吗你？疼啊！你等等，男孩子还是个，好好说，好好说。告诉你，我妈不认识你，这个姓叶，不孝，那你去起诉我。
看看有没有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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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妹妹别怕，你小心点。先把人给放了，哼！再磨磨唧唧的。 老子耐心有限，你对我做什么？哼哼，做了什么？来，告诉他，你对他老娘做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不过是给他做了点蛊。哦，来人，给他松绑，让他像狗一样的爬过来。 哈哈哈哈哈！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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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病治好，我可以扛，望你一条生路。你会跪下来求他，求过来这套，把这条剑别冒进来。儿子，儿子，小畜生，你把我儿子怎么样了？我的身体好像好了。 好了，就是这个王八蛋让我卧床不起，现在我就弄死他！好，今天我就弄死他！好，陈老七，看看公子的病怎么样了？ 家主，满少的病真的好了，好了，我拖下去，孩子，等等，停。
小子，今天老子让你知道了我对我的下场，把这个女的衣服给我扒了！叔叔，今天老子就要当着你的面睡了你妹妹，叔叔。 你都自身难保了，为些谁呀？把你妹妹玩腻了，把你们一家人全埋了，谁敢得罪我满头虎啊？儿子，儿子，你儿子，你怎么又偷钱了？你，二少。 是看见漂亮姑娘太激动了，气血攻心，戴老夫给他炸了这又好了。赵飞，快去医治我儿子，快点！娘的！儿子，陈老七，快救我儿子！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！ 儿子，怎么死了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！陈老七啊，你的医术是好，心眼太远了，我救活了满足，你却暗中害死。哎，老婆，你现在看清楚了，想害死你儿子的不是我，是他。 万家主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的。把陈老七给我砍了！我儿偿命！饶命！万家主，饶命啊！走！万家主，饶命！小畜生，笑什么？我笑你愚蠢，笑你无知，死到临头的。孩子，啊！给我！ 你们满家草菅人命，所有犯罪的罪名都被我录下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故意示弱才被我逮到，想要抓住我的证据，你也太天真。就算你拍到点什么，还不可能走得成器。来人，把他弄死！啊，那我今天倒要看看。 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啊！吴大师啊，您刚才说我真的得了绝症，不错。 今天你们满家在场的所有人都得了绝症，而且只有我一人。大师啊，大师，大师，我不是人，我赶紧换身，我猪狗不如，我该死！大师，大师，吴大师，你就饶了陕西，饶了我们满家这些狗命吧。 我交代，其实这些事是宋公明逼我干的。他说让我把你往死里边盛，我想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靠山。不知死活。说吧，那还有什么计划？没有。他们说他们还找了县衙司的人，要专门对付。 好，明天你带着满从虎的骨灰去送葬，告诉他，如果他再放肆，打晕他送葬。你个废物！
宋家主，一个劳改犯你们都弄不了，你儿子活该死！宋家主，求你替我儿子报仇，我儿子死的太冤了。周虎就是个废物，贱命一条，死就死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宋家主，我儿子。 是为宋家买命被人害死的呀！卖命！这些年给你们家多少钱了？宋家主，宋家主，我儿子的命就这么白没了吗？儿子的死。 关我屁事！滚出去！好啊，你过河拆桥，<笑>老子手里可全都是你宋家的黑料！啊！你滚什么？滚！老实点！ 住手！住手！满家废物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这点屁事都牵扯到我的头上。来人！家主，满大武已经处理完了，伪造成了车祸，尸体。 已经送往殡仪场，挂了。满大武是个废物，肯定已经向吴北招供了。他一定会找我的麻烦。家主，您别担心，满家父子人都死了，咱可以直接来个死无对证。还不够！你赶紧联系县衙司薛司长，要和他一起联合绞杀吴北，死死不除。 李狱长，您现在为衙已经巡阅了。谢先生救命之恩。请请。先生，我近日前来是向您辞行的。我即将去云京旅新，担任市衙司司长一职，主管刑狱通判等职。那就恭喜了，韦司长。先生，这是云京范围内的刑狱令牌，有征召刑狱特勤之权，在必要的紧急时刻可以动用生杀大权。使不得，此等机要令。 违禁走，不敢越权，还请司长收回吧。先生，您拿下吧，用得上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进来吧。先生，这是市衙司第一特勤高手，现已退役，以后他就是您的贴身暗卫了。幸会。 明天和我去趟宋府。这个人实力如何？曹望，职业杀手，号称血手屠夫，杀人如割草的狠角色，南省头号通缉要犯。宋鸿斌既然找他来。 势必要和我们对抗到底，走，会会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找你算账？算什么东西？
你也配跟我算账？第一，你苏氏满家父子杀我吴家，证据确凿。第二，你儿子的病只有我能治，要不想你宋家绝后，跪下寻访。放肆！好啊，该是你出手的时候了。 为了他的手脚，留个活口，绑到地下室，要留活口，再掐200万。你个老反叛，你敢朝着宋家？今天高低厚！兄弟，放下枪，自首吧，否则今天这宋家就是你葬身之地。他妈的，都死到临头了，还敢威胁老子？要不是宋鸿兵那个傻逼要留你活口。 老子现在就一枪崩你！我再说一遍，放下枪！你去告诉宋鸿斌，自首无果，否则……薛司长，你先尝尝。宋鸿斌，给我钱，老子不干了。 那小畜生呢？苏斌，我劝你别找五百投降吧，他可是个狠角色，你惹不起呀！给你钱，让你长他人威风吗？死人，来！ 杀土匪那个畜生！是。宋鸿斌，你还真是不知悔改，刁民吴北擅闯民宅，杀我贵客，曹旺，证据确凿，请司长快下令，立马将贼逮捕。县衙司武装卫队听令。 被缉拿，雄图无匪。哼，薛司长，此人恶贯满盈，一出狱就害得我儿子瘫痪在床。我让满家人去他家买祖宅，不想协商不成，竟然残害我满家。你，薛司长。 我请求您务必将此凶徒缉拿归案，这就是证据啊！哼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拿下！宋鸿斌，你勾结县衙司薛龙，狼狈为奸，公行私用，你们两家人。 末日就要到了，薛司长，你看看，他居然还敢污蔑您！司长，我请求您下令将他捉拿，打入死牢。竟敢如此嚣张，背后究竟是受何人指使？对付你们这种败类，替天行道还需要人指使吗？薛司长，这个如果调查，你背景里无靠山。 住手！住手！杨明轩的风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差了？薛四，县守什么时候赋予你动用私权了？唐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薛某未曾越狱，还望恕罪啊！待我捉拿完罪犯，定为您接风洗尘，接风洗尘。薛龙，你如今可真威风。
身居高位，不私造福百姓，反而勾结地方豪绅，欺压普通百姓，扬名姓风气不正，乌烟瘴气。我唐氏集团签约的几十亿投资计划，就此作罢。唐小姐，云雅，这永焕，我们好商量呀。放了他。 此人非常危险，是重点缉拿对象。吴先生是我堂子怡的朋友，我堂子怡敢用性命做担保，他绝不可能犯罪。薛思成绝对不能放过五百银子，咱们都得被他弄死。宋鸿斌，你指使满家父子强拆吴家祖宅，绑架迫害他的母亲和妹妹。 事情败露之后，又将满家父子灭口，作何解释？胡说八道！那你辩驳，自证清白啊！你，薛思成，我现在有充足的理由质疑，吴北身上的罪是欲加之罪，是宋鸿斌恶意安上。如果他宋鸿斌不能自证清白，那吴北又凭什么承受这不白之冤？ 我唐子怡敢以唐家百年声誉做担保，吴北绝对不可能犯罪。走，我们回家。现手已与我签订投资备忘录，如果这个事情被你搞坏，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 走开！对了，宋家主，我希望今天的事情不要再出现第二次，否则我会当做你在向唐家宣战。来人！ 指挥唐家人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得罪我的后果。是。唐小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担心你的安危，特地回来助你。那你的婚约呢？没事，我会解决的。子怡，立刻离开吴北，则下注与你决裂。 爸，说好的事情，怎么突然变卦？子怡，吴北得罪了宋家和县衙司，你要死定了！离开他，越快越好。爸，吴北对我们唐家有恩，我必须帮他。糊涂！他吴钱无势，如同蝼蚁，死了就死了，咱们唐家不能被牵连。反了天了！没有了家族的支持，什么都不是。 联系银行，封了唐子怡的账号。是。提醒你一句，现在宋家和县衙司已经去吴家了。唐女士您好，您在我行资金因涉嫌非正常交易，已被依法冻结。吴先生，事情有变，咱们赶快回家。 薛司长，举报，指使教唆他犯罪儿子吴北滥杀无辜，我很胜利，俺家父子就是他们母子俩给害的。薛司长，我这是犯了什么事儿啊？薛司长也是你这个犯罪分子可以叫的吗？跪下！还敢装可怜！ 薛司长，还请你明察呀！我们吴家人老实本分，从来不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！
刘家人未行之计，我建议马上逮捕。张丽，现已查明你参与策划重大刑事案件，证据充分，立刻逮捕。住手！放开我们！是冲我来！薛司长。 危险正在靠近，建议启动紧急防护。急刹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无法无天了是吧？县衙私办岂容你指手画脚？唐小姐没了唐家的支持，一连屁都不是。<笑>唐小姐，你的资金已经被冻结了，不想死赶紧滚！原来是你们在搞鬼！ 是有如何呀，<笑>薛龙，你勾结奸商恶霸，助纣为虐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他妈的，有什么资格来批评我？行，老子立马给你毙了！你给老子听了好了，当年手握几十亿的有钱投资，老子可以给你减刑，但是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。 你和我们今天的行为不存在的。<笑>你以为我会在意这些吗？谁敢阻止老子升官发财，格杀勿论？唐小姐，你就不要再怪我们吴家了，你快走吧，这事儿跟你没有关系啊。阿姨，我是不会离开的。 我一定会和这群恶棍硬刚到底。唐小姐，我马上都没走，这是我们吴家的事情，和你没关系。你走吧。吴北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成为你的女人，和你同生共死。你们要是想抓人的话，就先抓我唐子怡。 唐子怡是云京金家少爷的女人，我建议先把她轰走，然后我们集中对付吴北这个犯罪分子。唐小姐，薛某奉命捉拿阳明县 S 级罪犯吴北及其党羽，请你离开，否则一律论处。我唐子怡与吴北定下婚约，即刻起。 我唐子怡就是吴家儿媳，你们抓吴北就等同于抓我。还有你，虽然我的家族资产已经被查封了，但并不代表我没有其他势力可以对你展开报复。唐家以小以利益为生，没有你这么愚蠢。为了这么一个劳改犯，与我宋家为敌，其他人我管不住，但我唐子怡今天就护着吴北。你区区一人，怎么护吴家？怎么护吴北这个废物？ 所有人听令，捉拿罪犯吴北，狙击手准备，谁敢走到抓捕，就地击毙。等等，咋了？求饶了？晚了。 你们抓我可以，但想放了我吗？还有唐小姐，他们是无辜的，没资格跟我抢条件。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让你脑袋开花。我是没有资格和你们谈，但是我拿你们薛宋两家的性命谈。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，你们薛宋两家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说什么？薛宋两家势力滔天，你拿什么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呀？<笑> 既然如此，那你们薛宋两家就准备好下地狱吧！啊！一个罪犯怎么会有云京行医令牌？啊！很好，我现在命令你立刻抓捕宋鸿斌！啊！你这……啊！
现在县衙司连市衙司的命令都不听了，不肯，不肯！孙宏斌买通满师傅，强拆我吴家祖宅，绑架我母亲洛北，欲将其活埋，这事情败露着，孙宏斌杀满师傅子灭口，胡说八道！事实确凿，无需狡辩。杀害满家夫妇之后，他要找到曹望商，得知事情败露，还要杀曹望灭口。 被这个小畜生给蒙骗了，上次我就让他故意吓唬住他们，这次又拿个假令牌威胁我们。我建议，假令开枪，如果令牌是真的，那自然会有人出来保护他。如果没人保护他，就说他活该该死。对外宣称他拒捕。 县衙司长缉毙，这件事薛司长来说是大功一件，你的高升指日可待了。什么？我差点被你给骗了！县衙司司长，这个罪犯，招牌点掉了了的。来人！开枪！杀我！还不够格！ 公权私用，滥杀无辜，当斩！薛司长遭暴恐分子袭击，现在我代薛司长职位，我命令你们将他们统统击杀，将他们统统击杀！薛司长能受命于我，你就不能执行公务，如果？ 大胆的！他妈的，又来了一群坏事的家伙！我今天不把你们杀了，我就不想跑。来呀，兄弟们，杀一个，将十万！孙宏斌，你不要找死，敢不敢屈尊？宏斌，给我去死吧！ 到底是什么人？云京市市衙司林清颖。易司长，听说小人有眼无珠，我这就为您设大宴，接风洗尘。魏青莹，别欺人太甚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有靠山的。那正好啊，一起铲除。 宋薛两家恶意构陷，谋害于你，今日我代表云京市市衙司，为您证明洗清冤屈。多谢魏司长。来人，拿下宋红衣、薛龙及其党羽，逮捕入狱，择日宣判。是。魏青莹，当真要与我为敌吗？罪不容情，就算是云京豪门，我都照抓不误。 更何况，你一个区区县级豪门，告诉你，我一定会报仇的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就算是抓了我，你也给我定不了罪。等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！就你，猖狂！魏青莹，你现在就放了我，魏青莹也是死路一条。根据市衙司律法，
宋家涉嫌严重违法，立即逮捕抄家。是。放开我，魏星阳，我告诉你，不会放过你的。拖出我来，我们都得死。给我等着，你。吴先生，阿姨，受惊了，谢谢你啊。 多谢魏司长救出小庄。先生客气了，这世道险恶，必要时可以以暴制暴，我会为您争取。魏大人，魏大人，吴家人有罪吗？都是宋红斌，他给我钱，让我弄死吴家的人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你放过我吧，魏大人，你放过我吧。 那你为什么不放过吴家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愿意配合施亚斯，彻底驱逐宋家这个毒瘤。近日，我市破获一桩重大刑事案件，相关犯罪人员已全部抓捕入狱。简直放肆！一群跳梁小丑，敢动宋家？难道他们不知道宋家是我宫家的嫡系家族吗？夫人，我已经安排了顶级高手。 去云京营救宋家主和小主人了。等我儿子和孙子回来，一定要让杨宁县内全人死，一个不留。明白。杀无赦。我宫家身为南省四大豪门之首，杀起跳梁小丑，先受脏。你。 去通知云境的金永利，杀了吴北，置于那个卫青营。你去省府走一趟，卸了他的职位。是夫人。那你先说两句，感谢在座的各位，在我们吴家危难之际帮助我们。 先生客气了，您医者圣心，治好了我的胃癌，我魏青影这辈子誓死守护先生。我也愿倾尽所有守护你，守护吴家。我红绫修建习武，崇尚以武为尊。今后若有人再胆敢挑衅，我红绫剑出封侯。 绝不留情，红绫，今日你干得漂亮，我赐你权力，在紧急情况下，你可以协同工作，我会恕你无罪。行了，那来吧，咱赶紧动筷了。今天呢，是我吴家私房小菜馆开业，这顿我请了。来。什么？宋红被人劫走？ 传我指令，全城缉拿宋氏父子。这云京的天有变。宋家不会善罢甘休。子怡，你先回云京，就算他宋氏再狂，也不敢在唐家对你动手。红绫，立刻马上送子怡回云京。明白。你们走不了了。唐子怡。 你好大的胆子！居然敢背手偷野男人！金永烈，你来干什么？夫人是来捉奸的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现在，请你离开。怎么？ 有了这个野男人，连我这个未婚夫都敢顶撞了，谁他妈给你的勇气，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？钱收拾了是不是？啊！原来只是客，但是在我的地盘乱来，小心我废了你！给老子打！啊！
但你们不要忘了，这第一件事情告，第二件事情取你们狗头。现在你是想谈，还是想打？谈。唐子怡是金家的，老子今天要带走他。你带不走。唐金两家的婚约我早已拒绝，所以请你不要再纠缠，赶紧走。不妨告诉你，你爹唐明辉收了我金家50亿的财，他已经把你卖掉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我爸不可能这么对我。你休想讹我。无耻！你随便死，这事情已经在云京最权威的公证处做了。赖皮照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少是他们唐家的家训，阔绰豪爽，你好好珍惜啊！他远途奔波为你而来，不许怠慢。怎么样，死心了吧？今晚我要洗干净，好好伺候我。放手！他疯了！唐家欠着我几十个亿呢，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们唐家破产。你金家设计夺我唐家财产，忽然又拿钱威胁绑架我，你们才是无耻至极。那又怎么样？现在是你们唐家欠我们金家50亿。那你想怎么样？简单，第一，我要他的命；第二，我要你伺候我一辈子，像条狗一样，只忠诚我金家的一个人，金家。做梦！看来你是想让他们死啊，那你的名字就只能被刻在唐家族谱的耻辱柱上，永生永世遭受唐氏族人的唾骂。妈的，光天化日之下敢抢我金永利的女人，让我金家的面子往哪儿搁？给老子打死他们！是。谁他妈都疯了！敢伤我金家的人，你们死定了！你现在还敢杀我？杀！当然要杀！不死，死心里不爽，金家的面子过不去。你不死，宋家不安，宋家不安。对，温家是范回归你金家，其根基在南山神府，势力很大。你还不知道吗？公家可是花了大价钱，吾辈的狗命。无妨，那么多人希望我死，我吾辈不照样活得好好的？区区一个公家算个屁！他吾辈是个小乡罢了，不清楚公家的口误，唐子怡肯定清楚。他活不长了，是不是冤枉我？就当我金家的狗吧。说不定老子身体好，还能少你块骨头呢。死！唐子怡，你就纵容吾辈打死我，我们金家会让你们每一个唐家人陪葬。你要是再危险一句，是不是我现在就废了你？吾辈，不要。怕了，
既然你听清楚，此迟早换了你，可就要他畜生！我的腿！王家的债务自己会解决，回去转告公家和宋家，让他们不死不休！滚！来人！来人！ 菊妃，吉家失算了，卢家忠臣，务必给我整死！放心，卢北，他不会怀疑我的，我保证，绝对绝地必行。兄弟，欢迎来云京啊！菊妃，你现在混的可以啊，短短几年时间，你卢家现在几百亿身家。 这不还得感谢你吗？当年呢，赐了我一道符箓，这才让我们卢家从此风生水起。<笑>兄弟，你看看这3亿的现金支票，一栋别墅，还有一辆豪车，全部都是我送给你的见面礼。这。 这不是吧？是兄弟，你还跟我这么客气？你看见外头都走走，吴王，你没事，我都听说，唐家欠金家的钱，我来替你们还。咱们都是兄弟，不就是50个亿，我卢家承担了，就这么定。卢少，我知道你帮我唐家是看在吴北的面子上。 但我唐子怡不愿意受人便宜，如果你有什么条件的话，我就请求。这样，我呢办了一个私人酒会，我把钱还了。啊，唐家和金家和解。<笑>你是金永利的说客，唐家和金家和解，不可能。哎呀，唐小姐，你们唐家。 也是云京的四大豪门之一，巅峰时期也有百亿资产吧？你应该知道，在强大势力面前，要懂得握手言和。这江湖啊，不只是打打杀杀，还有人情世故。唐小姐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诚心想助吴北融入云京豪门。不错，这不就得了？吴北为了你得罪了金家，我。 作为吴北的亲兄弟，自然要出钱出力，帮你们解决这麻烦事儿。兄弟，不行，你看，都是一家子兄弟，听我安排，说定了。哎呀，再见，来你家，记得看着我。 苏文，老同学，好久不见，过来坐，过来坐。吴北，你怎么还是跟大学时候那么腼腆啊？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叙叙旧。苏文一向高高在上，今日怎么一改状态？ 吴北，帮我个忙好吗？你说。你干嘛？吴北，你这个流氓！谁他妈动我丁香的女人？找死去吧！ 好心好意想跟他叙叙旧，结果他在家。
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宁少，我不过是想问他几句，怎样能讨得男人欢心？结果他上来就撕我裙子，这传出去我可怎么见人呀？我不想活了。动我的女人就得死。 跪下！你走得了吗？你想怎么样？现在跪下给我的女人道歉。丁少，吴北这个畜生可是我的旧相识，我有办法让他跟你和嫂子跪下道歉。 哼！吴北，你完了，这里可都是丁少的人，黑龙集团你知道吗？那可是一只手能把你捏死的。今天啊，你插翅难逃。喝了。 或许我还能让丁少保你一命。你咋这么狠？你人疯尿。没错，我就是要让你颜面扫地，就是要当众羞辱你。被别人当狗。我就算给丁少当狗，我也是高你的。上次你有唐子怡给你借尸，今天那个贱人不在，看你还能怎么办？谁说我不在？ 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还敢来？我可是丁少的人，你敢打我？敢对吴北不敬，我不管你是谁的人，还是谁的狗，照打不误。你，既然你喜欢喝尿，那就喝喝够了。丁少，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个流氓。 是唐小姐绑了他，让他受到惩罚。他也会加倍的侵害我的。那，你想怎么惩罚他呢？你要他跪在我面前，磕头赔罪，喝尿认错。我要他终生不得再庇护吴北。好，吴北是我唐子怡的男人，他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。你这种三流的下贱货色，他还瞧不上。 丁少，你看他，唐子怡，你信不信我一声令下，你得死？这里是云京，你敢动一下试试？我们走。嗯，今天这尿，你们要是不喝，别想走出这个门。丁少，丁少，别生气。 我这兄弟啊，和弟媳妇儿不懂规矩，我待他们到家了。卢俊飞，我给你这个面子，但是今天的事你要解释不清楚，别怪我把你的台词给毁了。明白，小姐姐，小姐姐啊，我马上解决，保证让你满意。兄弟。 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丁少可是咱们惹不起的人。俊飞，今天的事情和你没关系，我自己解决。解决？你拿什么解决啊？得罪了丁少，可是会连累我们卢家的。不就是喝杯尿吗？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你们说对不对啊？就是。 卢俊飞，变了！哎，我可没变。我卢俊飞啊，可是个商人，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。今天啊，你把这个喝了，这事儿就算了结了。以后咱们俩还可以做兄弟。卢俊飞，今天这个酒局。 就是你故意串通好来羞辱我和吴北的吧？
不愧是唐小姐，一眼就看明白了。没错，今天这个局啊，就是专门针对吴北的局。刘俊飞，你这个忘恩负义、丧心病狂的畜生！刘俊飞，你这么大费周章，你图什么？图你的命，值钱呢！有人花了大价钱要你死！吴北，只要你死了，吴家将会一飞冲天，有机会进阶到南省豪门之列呀！刘俊飞，你的路走绝了。哎呀，不管你今天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是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里的。你完了，你彻底完了你。今天我既然来到了这里，一个把你们都废了，我再离开元京。小丽，我死了。住手！吴北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又落到我手里了。我是没想到，我没想到连卢俊飞都是你的。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。兄弟会背叛，像这种三流货色，废什么话？你这么大费周章，不还是为了南省的公家而来的吗？没错。看来你们是想不死不休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废了你们金家，灭了他卢家，操平的黑龙集团。你说南省的那个公家会不会来云京跪下向你求饶？简直狂妄之极！林森，在，动手，杀了他！动手，儿，动手！你，儿子！杀不杀？我是一名医生，我从不杀生，但是没有心，从进步。谁敢动？谁敢动？废了他！王八蛋，你赶紧放开宁少啊！你知道这捅了多大的笼子了吗？这里没有你再走心贱人说话的份儿。吴北，我帮了帮你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重要吗？这丁少可是云京的地下皇太子，他的父亲卓隐能一只手摁死你。我吴北最不怕的是身份的妖。小子，我劝你赶紧让我起来，等我爸过来了，我死的连渣都不剩。威爸，我在太康山庄快被人打死了。你就杀我吗？跑去哪儿？你别太狂了，老子背后可是有大靠山。动就杀你！好，那我就在这等着你们的靠山。谁敢动我儿？与此事无关的，出去候着。谁敢私自逃离，我卓康追杀到底。第二，没用的东西，给老子站起来！爸，都是他。说吧，想我死？云京的地下皇做事就这么不死心，无论对错吗？先活下来，
谈判才开始。你修炼误入极土，肺腑经脉不乱，命不能轻生。卢先生，你亲手救我。你先把他们的事情解决了吧。混账东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 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根本没有任何准备，别让人！混账东西，磕头认错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现在你们都是想杀我？王爷，你儿子丁森羞辱人前，光受天不办事是吧？ 嗯，招惹诬陷上，不想活了。他算个什么东西？他今天必须死！我去告诉你爹，金家和唐家的婚约取消，债务取消，另外准备10亿赔偿，一分不能少，否则我看灭了你秦家！嗯。啊啊 别等我进头退，爸！你过来！卓言，这里好歹也是我卢家的地盘。嗯，我吴先生，天大的机遇！ 让你卢家一步登天，何用？吴先生，别人得罪你，我打成白痴。来人，今天开始，卢氏财团全面收购，卢氏资产。 你们俩，滚过来！吴先生，这两个女人得罪了，就一块宰了。将军之见，不准同意。言出于己。秦森，你的黑龙集团就地解散。来，这两个傻逼女人，滚！再敢踏入云星，就死！ 多谢先生救我性命，我卓康这辈子拿命保恩。卓言，你体内的经脉已经全部升上，你的武道修为已到达了半步巅峰，切记之下，无人能敌。爹，丁森在外面借着你的势四处巡逻，若卓家的名声坏了，莫用惊惧。多谢先生指点，我这就弃暗投明。 安排下去，清理卓氏家族旗下一切不良产业。是，先生请坐。卓言，这是您要的百亿资产项目清单，请您过目。嗯。 吴先生，这是我让人专门整理的一份百亿资产名录，小小心意，请笑纳。卓言，您这太客气了。吴先生无心商道，这份心意我唐子怡替他收下了，以后多多合作。紧密合作，紧密合作啊！请坐，请坐，来喝茶。卓康先生，名尾号9527卡，收入10亿元。
卓康以欺人太甚，公家毁灭你全族。<笑>金家施以赔偿金到位。卓爷，实在抱歉，让您卷入了这次风波。我吴北在外树敌甚多，您现在想退出，完全来得及。不，我们要一起战斗，管他什么公家金家，来挑衅灭了他们。有了卓爷的帮助，我们也该保险了。 主动出击，灭掉他！好，公家最近在研制一款针对癌症的新药，想要抢占千亿市场，我们可以对其进行阻击。千亿市场，好啊，那我们就抢下他，断了公氏的基因，除掉难事。我已经成立了唐氏医药集团，以我的名义，进攻公氏，灭了。 子瑜，立刻安排制药研究中心测试生产。我让他家破人亡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，就翻天了。妈，你又在唐家队长干？我没有。 我只是帮吴北。这里是子瑜的地盘，别给我！你这个不长人事的东西，要是被我唐家庇护，你早就死了。爸，别这样。吴北是真龙之子，我们唐家想要崛起，就得靠。靠什么？他得罪了那么多的人，一堆人想让他死，是我唐，我来。 公瑾，你死无疑，是我的，和他划清界限。不可能，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和他一起。你，既然执迷不悟。 与别人断绝父女关系，将你逐出唐家。哼！我与唐家的缘分，将……子瑜，放心，还有我呢，我保证让你幸福一辈子。还有。 我会让唐家的人跪在你面前忏悔。我是帝姬，咱们帝家身上多年，谁敢与我为敌？可是现在居然有人胆敢挑衅我们！吴北。 杨宁倩无名小卒，背我公家儿孙，践踏金家少爷，竟以薛家私利残杀曹氏千娇，你这，杀！此人骄狂，悍不畏死，小辈们无能。 现在该轮到你们出手了，家主，您有求见，稍有绝密情报。嗯。
各位大佬，湖北那个小畜生正是研发致癌的新药，要和你们大佬抢夺医药领域的千亿市场啊！我亲眼瞧见的。唐总，咱们的新药发布会已筹备完毕，请您签字。 等湖北回来，立马召开发布会，通知云京全城大佬，务必盛大举行。明白。你们在干什么？私闯民宅，可是犯法的。带走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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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让血叔自投罗网。卢先生，我已经派顶尖高手去东四村保护您的母亲和妹妹，请放心。据暗探汇报，这次绑架唐小姐的是靖薇暗网的顶级杀手沙无赦。是。 唐小姐，说出你们唐氏制药集团的新药配方。休想！哼，唐小姐不配合，那我们就只好自己动手了。把她的衣服，最后一次机会，再不说，先擒后杀。 你终于来了，放人！吴北，你快走，他们是曹雀金三大家族圈养在国外的顶级杀手。放人！我再说一遍，放人！喂，你的女人背叛我金家婚约，毁我金家名声。 今日，让他生不如死！身为善主，救死扶伤，却欺凌无辜，生而为何？该死！找死！ 云京在我卓康的地盘，还容不到你们薛家狗贼放肆！所以，您是地下皇，称霸云京，我佩服。但这小子害我薛家人死刑，今日他必须死！雪龙，公权私用，谋财害命，他本就该死。今日便杀了你，薛家等于报仇。无言，断气还有门。你以为杀了我就完事了吗？这背后有大宗师，他们会不死不休的。<笑>下辈子当个好人。莫康，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吴北已经惹怒了公家，没有活路了。公家算什么？你死不远了。公家是南省霸主。 没有人可以撼动他的地位，你们这是自不量力，螳臂挡车。那卓某与吴先生便试试，霸主之位是可以换个人当。嗯，是，好强的力量！此人枪法精湛，气劲王者，若不杀，后患无穷。 公家这群乌合之众愈发嚣张，老子要彻底铲除。他们损失了三大战将，势必疯狂报复，我们必须尽快出击，鲸吞公司产业。
铲除其背后靠山。近日，我市衙司雷霆出击，剿灭境外三大恐怖势力组织，正全力追捕其他恐怖分子。啊、市衙司介入，咱们的追杀计划暂缓，集中毁灭唐氏医药集团。咱们的天意生意，绝不许给蚕食一分钱。是，南市、宁京必须是咱们的天下。 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下午好！唐氏医药今日发布的新药，可全面治疗癌症，提供各世界级难民。王子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当众发布假药，谋财害命！金家主，请您慎，不要故意污蔑抹黑。 否则后果自负。装腔作势，各位，你们不要被你们骗了。谁知道乃是薄纸之作，唐氏医药凭什么能治？唐小姐，唐氏医药的新品真的有疗效吗？您拿什么证明呢？如果死了人，你们集团承担全部责任吗？唐小姐，回答一下我的问题吧。据传闻，唐氏医药集团是靠着坑骗金家的钱财成功上市的。 请您做出合理解释，唐小姐。听说您背叛未婚夫，勾引野男人，现如今又逃出爷的床，您到底如此败坏，让我们怎么相信您的药能治好病了，唐小姐？回答一下吧，先回答一下我的问题。你回答一下吧，先回答我的问题。唐小姐，试一下，回答一下吧。各位，请听我解释，请您忍，去死吧。我都算了，找死。你竟然没事！ 是谁指使你的？杀人了！唐氏医药，王法，通天化日之下，强行杀人，真的杀人了？是，这样的事儿呢？畏罪自杀，就算阎王也行，那也得问问我同不同意。 活了，竟然没死！你老实交代，我保你。你要是不老实交代，让你生无如死！是。你以为你逼到自言也理性，就能欺瞒大众，妄图在当中谋取巨额利益，老天人命！红玲。 此人涉嫌谋杀，迅速押往云京市衙司，严加审查。是。让开！林家主，你知道这个人不会死？胡说八道什么？家主，心里有事，如果我查出。 这个事儿就是金家主死光，那你金家主太慌了，我会今天拆穿你们的假面，让你身败名裂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那金家主你就随意了，不过我奉劝一句，金家主不要自寻死亡，自取其辱。你。 三大豪门一起上，我就不信还弄不死他们。各位，我是吴北，是唐氏医药集团首席药师。今日有人恶意污蔑，一个农村来的乡巴佬啊，竟敢胡说八道，治疗癌症。今日我以金家的名义请示，向你宣战，你敢一战？还有我薛家，算我一个曹家。三大连是约战，那是。
正好，在座的各位也可以见证。吴北，小心一点，这三大家族，他们都要置你于死地。放心，三个跳梁小丑，我还不放过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们三大家族愿以百年抵御，犯你身体，向你宣战，你把命来偿，我们说可以做你的奴隶，当你的狗。做我的狗，那是对我无比的侮辱。性子太狂了，性子细，我一拳打死你。好，正好让云京各大媒体看看曹家有多大胆，敢当众杀人。今日一战简单，只要你能证明你的药能治癌症。来，签生死状。千麻烦。是金，想不到还能再见面。你现在被市衙司四处通缉，还不自投罗网？背后有公家，市衙司奈何不了我。我今天是病人，治不好我，奴家要死绝呀！威胁我？哼！我警告你，宋少今天病人，你若是敢公报私仇，动我封侯，说是云京市的，就是整个南宁省追杀你，唐子怡。各位，这位呢是宋家的少，他身马上就要死，但是我可以救。这个是唐氏医药独门致癌秘方，只需一粒便可去除癌细胞。是假的，是吧？那癌症以后不就有救了？怎么了？宋少，真有用啊！老子的身体好了。宋少，治好了。当然，老子现在生龙活虎，宋世金又行了。恭喜宋少，恭喜宋少，宋少安康，乃云京之福，南省之福啊！妈的，老子再也不用坐这个破轮椅了。秦战龙、薛太湖、曹北仙，大人来，就是他，身患绝症，卧床不起，要你们废。宋少莫急，这癌症药一旦问世，价值万亿。我三大家族收购他那唐氏医药，孝敬给你，然后再整死他。怎么，就这么着急当狗？当你妈的！胜败输赢都是我说了算。不过我们三大家族倒是看上了你这个药方的。来人，这100万买你的药方，另一买你唐氏医药集团。怎么，谁敢嫌少啊？告诉你，在这个地方天上掉几根钢棍，
三大家族的，我说你们三个输了，还没当，就明抢唐氏医药集团。我们给了200万现金，你是眼瞎吗？就这200万，恐怕都不够你们三位官司。说什么？你敢咒骂他们？将死之人还用咒骂？ 怎么回事？刚才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似的，就是被那臭小子搞的鬼，自然居心叵测，挚爱神药，一定不能掌握在他的手里。先别管这个小子的口供，先拿下神药，咱们就一步登天，应急，唾手可得。还有我，你一起。 这么多钱啊！这么多钱！拿钱宣传，我们就是朋友。谁敢唱反调，谁就死。谁敢唱反调，谁就死。你们还有没有王法？<笑>王法在云京，在南省，老子就是王。 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。我的，给我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钱，我的钱。分清，接陶瓷大家族收购唐氏医药，研发制海新药，引爆市场，股票大涨，市值3000亿。新氏集团股票大涨，股票大涨啊！ 陶氏集团股票大涨啊！<笑>你们这是欺诈消费者！我唐氏集团并未与你们签署并购协议，那又如何呀？现在签了好了，你把这份合同签了，给你个副总裁的职位保你颜面。你要是敢拒绝， 我把湖北能救你的命，就不救了。湖北跟三大家族签了生死状，要是我当众说我癌症没治，你觉得三大家族会不会合情合理的弄死北啊？你们豪横的算计，给你10秒钟考虑。<笑>我们唐氏集团不是任何的威胁，你有种，给我弄死！来人！好，那三大家族被灭吧。<笑>可笑啊！奉上想要你死，你是选择被乱刀捅死？ 还是自杀？自己选一个吧。这一巴掌把谋财害命，颠倒是非，找死！老子捅死你！这一拳把你不知死活，盲目挑衅。老子背后可是有宋少的公家，好人我，你插手不起。这一掌与你狗仗人势。 嚣张跋扈！现在我曾伟轩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弄死他！给我说！吴先生，唐小姐，罗某来迟。喂，既然卓爷亲自
那就活动活动筋骨。我看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你看，国康平生最恨的仗人是强取豪夺的败类。老蒋，你要顽抗到底吗？左爷，做人虽是唐氏医药集团一家，吃不下就挖你的市场，必须与我们论。有我卓康在。 谁敢动唐氏医药集团半分，立跟他不死不休！我不来这儿！罗康，我背后是男神公子，要踩死你，跟踩死一只蚂蚁！最烦那些拿假图装的，跪下！吴先生，唐小姐，切！凭什么？凭你开车撞死他的父亲！ 他仍然愿意救你这条狗命的伊德人心。就凭你们涉嫌陷害吴先生，取他亿万财富，要取他性命，还不杀你们的怜悯之心？你就是敌人伊德的蝼蚁，老子看谁活不了他一辈子，老子早晚弄死他！啊！吃面部的畜生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弄死的滋味。 我看放开我儿子，留你全尸！一个云鲸头号通缉犯也敢在这儿放风？吴先生，请通知卫司长缉拿凶徒。<笑>捉拿我，罪得体轻了。现在我可是安然无恙。<笑>今日省府、市衙、医药处联合行动。 所有媒体信息就地封存，谁敢私传，打入大牢。唐小姐，根据调查，你们唐氏医药集团制药资质不够，现奉命查。来人，李凤华，是。放开松手，此人罪大恶极，不能放。放肆！你信不信？现在就判你死罪。 就地正法，定一个试试。我康就偏不信这个邪了，天底下有没有王法了？今天在这儿，我就是王法。敢不要放人，与你项上人头！这个恶官满盈了，今天就宰了你，宰了你这个孽障儿子！你出汗！我陈天骄气境巅峰，杀敌过万。 区区地下皇，竟敢与我争锋！鬼手信，动！不看，袭击办差人员，是一位恐怖分子，现在就地诛杀！住手！这是什么？刑狱令牌，这是卫青野的令，他现在已经被削除官职，降为平民。哈哈哈哈，他保不了你们。任司长，就是这个人。 勾结卫青阳，害我含冤入狱。来人，拿下！是。唐氏医药集团，你要民抢，五百，你们也要当众谋杀吗？没错。你们太无耻，会遭天谴的。今天这事儿，老天也管不了。宋家主，唐氏医药集团已经全部查封完毕。 自尽以全数冻结。<笑>看到了没有？你只有两个选择：第一，签订购协议；第二，唐氏医药进入法拍，我低价购买，你一分钱也得不到。爸，别跟这个废话了。 他不愿意在这签，把他手剁下来，直接按个手印不就完了吗？还是我儿睿智，就这么干！不要！等等，这
这个小畜生屡屡跟我作对，今天我要慢慢的折磨死他。速战速决，我还着急回去分钱呢。放心，你跟公署上的钱一分都不会少，我们大家一起发财吧！<笑>你们现在坟前都不背着人吗？可以告诉你，所有的人都是我的人，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。 路万里方长，看来今天你铁定要弄死。对了，哼，你靠唐家，唐家比我登高；你靠卫青营，我让人免他的职；你靠卓康，他想倒一样被我踩在脚底下。老子今天倒要看看还有什么靠山。谁说我没有？我靠山就是正义。 魏青影今日前来，一保护吴先生，二就是送你们下地狱。<笑>可笑之极！你有权有势的时候都护不住吴北这个小畜生，如今你一介平民，你拿什么护他呀？就以我手中正义之剑，保护吴先生平安。 斩妖魔鬼怪！你的剑连条狗都护不住，还有我！哼！一群废物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还有谁？还有我！ 算什么东西？我吴北一无全势，而无显赫声名，依然非终结你们这帮元大。<笑>你都笑死我了！这一路来，你终结什么了？我儿子当街撞死你爹，你现在安然无恙，你却锒铛入狱。还有，我爸派人拆你吴家祖宅，欺你老母，辱你妹，你又能奈何我们半分？ 你以为有人助了你？你搬倒老子，我宋红斌，在南省云京，是超乎你的想象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就是铁了心的弄死你。天王老子来了，都救不了你。是吗？南省地界，竟有人如此猖狂！ 实乃本省之耻啊！理应肃清。拜见县太大人！收捕大人，场面已经控制。 事后启动利刃行动就好。启动。是，切记，事关本省安危，切不可放过一个罪犯。来人呐！妈，老舅。妈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怎么？快叫姥姥，派人来支援。 龚氏家族及其附属宋家涉嫌故意杀人、不行迹，恶意侵吞大夏帝国财产，现根据省府第一号令，全族抓捕入狱，抄家。是，不，不，天网恢恢，忽而不漏，我陆云晴前亲自督过，直到你们人头落地。吴先生，吴先生。 我愿意给您当狗，求求您原谅。我薛太湖愿奉吴先生为主，从今以后我们薛家都是您的狗。曹家世世代代都是您吴家的狗。大限到了，好了。首府大人，除了龚家当家工厂讹诈，其他人都在这儿。
和以往大进，感谢吴先生以身设局为我南省安宁立下这不世之功啊！待客卿，吾辈作为一介子弟，能为南省尽微薄之力，是我的荣幸。善战者，吴赫赫之功；善医者，吴煌煌之名。好样的！有你这等青年才俊，是我南省几千万人民之福啊！带上来。 吴先生，宋氏父子害死你的父母，侮辱你的亲人，交由你自行处置。小畜生，原来是你给我设的圈套，到最后还让我往里跳。要不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？我本和首府大人就是旧识，从我出狱的那一刻起，针对你们的杀局便已启动。我杀了你！ 带走，放开我！杀了你！小心点！丁薛曹三大家族私自与境外武装势力勾结，试射大夏安城，全部逮捕抄家，责任宣判。我是冤家仇富，我要参见家产，买刀命啊！求求你们了，我绝情，在边南有十几座金矿，我全部上缴。我曹家有地下钱庄100家，有商铺3000户，我绝不上缴。 死到临头了，那钱有何用？有势又有何用？死吧！不！快走，夫人。 咱们公金曹薛四大家族都被查封了，咱们现在去哪儿啊？我很清楚公家的心事，若不找你来提醒我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公家真的完蛋了？夫人，咱们先跑吧，这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你是个没用的东西，我们公家还有一张最强的底牌，走去百会周大师。大师，四大家族全军覆没了。 我们的人都被判了死刑，当场执行了。万一长夜要人无存了，大师，长夜都在，请大师出山，杀人！气东西！你在哪里？ 杨明宪，冯四川，杨家奴宅，我杨吴家自取。哎，小梅啊，你哥跟唐小姐他俩今天什么时候回来？哥刚才打过电话了，半个小时左右。活该！ 看你养个臭儿子！小畜生，快跪下受死！还你母亲和你妹妹活命！他就是吴北。对，杀了他，给四大家族陪葬。四大家族覆灭，因你而起，因你而灭，死！不可能！我可是神境大宗师，南省第一高手。四大家族，禀你毕命，罪孽深重，今日杀你，是替天行道。 嗯，真好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对呀，太好了！哦，好，好，子怡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吴北。
我说过，今生只为你一人。南省首富卓爷，协理贺喜！好，南下南部战区陆统帅，协理贺喜！南省第一商会，协理贺喜！好，好，好，感谢大家今日能来捧场，我吴北一定铭记一生，日后希望大家多多照顾。 早生贵子啊！好，吴先生，谦虚了，当今南省您是第一人呐，南省传奇。好，爸，所有伤害过你的人，都已认罪伏法，您可以安息了。老吴，咱们儿子出息了，娶了漂亮的媳妇儿。 又有了身份，以后再也不会被欺负了。爸，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吴北的，请你放心。吴先生，这一次咱们联手铲除了龚、丁、薛曹四大毒瘤家族，还击杀了周火生。 他背后可是修道宗母，后父死如休啊！无妨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我不允许任何妖魔鬼怪在南省横行。其实啊，我的实力足以秒杀任何大宗师。哈哈哈哈哈哈！